上的鱼你吃过吗？鳒鱼，唯一会被淹死的鱼，有个绝招让它存在了4亿年。鳒鱼不是不能在水里待，只是它的鳃功能较弱，必须定时上水面吸气，靠它发达的鳔可以像肺一样呼吸，这就和它生存模式有关了。比如非洲鳒鱼，一到炎热干旱季节，家就没了，太难了它，只能往土里钻，然后分泌粘液将自己包裹进入下面，等待鱼季唤醒自己，能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吃不喝，这么厉害。当然也有搞笑的，开头说地里长鱼，当地人会去刨，一个个小土球带气孔，切开里面就是鳒鱼，还有纪录片拍过。鳒鱼被当成泥砖砌成墙，到了雨季从墙里活过来，破墙而逃的趣事，生命力真顽强。你有运气不好的，我失身了。